完了，我8000块的黑夜丢了。去取快递的时候忘了关着小盒了，回来就没了。性能怪兽正在冲浪。哎，冲浪龟，麻烦问一下，好，你看见黑夜了没？走丢了。好，没事了，你继续冲吧。好嘞。总愿意玩这么极限的运动，咋整呢？再来买一只呗。算笔账啊，上次我花了8000，这次才花2000、嗯、那也就是10000块钱我买了2条，上一只相当于便宜了3000。哇，我赚大发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乖呢？试一下啊，跟我回家吧。这家伙跃跃欲试的，看这粉嫩的小舌头，你还会啥技能呢？哎呦，再看这舌头上的小桃心，还有这天鹅绒质感的大尾巴，给我个不买的理由。走吧，带你回家见见你媳妇去。哎呀，碰巧了，媳妇做帽衫呢。一想到很黑的黑夜有可能像她一样天亮了，我的心就好痛。这东西就看运气，有的小时候不黑，长大了却黑。这只呢，小时候很黑，长大了天亮了，成申公豹了。它的唯一优点就是蜕皮很解压，以前是黑金色的，贼好看。现在特别像沾了沥青的篮球。我还是想念上一只黑夜，他的小手套多可爱。作为一个蜕皮艺术家，黑夜该有的优雅还是有的。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刚才找了，这儿没有啊，然后发现了一个小黑影，还吐舌头。我够不着，但是还不敢太使劲。你慢点啊。哎呀，这两步走的辣眼睛，这不尴尬了吗？这整出来个情敌呀、啊。